此生不苦中 MC， 那么来是愿做方块人了。那好，我是罗星，欢迎收看我们最新一期的这个修真时代了啊，算是说二周目吧，第二季。嗯，之前因为我们弄了很多很多的那个叫什么玩意来着，加速货吧，导致我们的服崩了之后呢，还是有很多小伙伴来催更我们的。不过有了第一次的这个教训之后呢，哎，我们二周目的这个修真时代也能更好的来生存了，对吧？我们一开始的话还是这种草药呀什么玩意的，能采的多采点。煤炭种子，医生来找到煤炭种子，我们只需要再弄到加速火把，前期吃零食就能很容易的来解决了。主要是前期的话还得有转化桌呀什么一类东西啊。这个的话这边有这个原石，好，火石原石能采，我们先采一点吧，先带走好吧。前期的话我就什么玩意儿着火了。我们前期的话是最好能够找到这个交易所，就是那个能换零食的那个地方是最好的，找不到也无所谓好吧。不对，必须要找那个，找不到我们怎么换零食呀。哎，等一等，我想了一下，找不到那个也无所谓了，顶多就换不了那些个药单什么的，换零食的话我们用转化桌就可以了。哎，那这个是无所谓的啊。哎，怎么又着火了，哎，犯人。那我们就先一路采集这个吧。这个这是什么玩意儿，草药是吧？我们先一路采集这个苦竹，一路找吧。这个苦竹的话在前期换零食是非常舒服的。我们这一次的话就是不做出来这个圣灵台，我们就先不吃这个零食了，要不然前期吃这些零食就会非常非常之浪费啊。我们要把我们所有的每一颗零食都给它做成灵晶，哎，都做灵晶好吧。走开，我什么鬼呀，一上来我怎么就被一个小白给整死了。不是，我听到他还在附近。大哥，这还是一个高级怪，大哥你可别追我。大哥，我去，还没完了是吧兄弟。我的妈，别哈哈，哥哥呀，反手给你一下。哇，这个 no 我天好看地好看，还有一群快乐的小伙伴。哎，你他喵的逼我是吧，就前期就强行逼我开创造，不是呸，和平是吧。来吧兄弟们，我刚刚的话已经是消灭了好几头小羊啊，弄了一点这个羊毛。我们先把这个床给做出来，要不然到晚上的话我怕我是很难的度过呀。在没找到那个交易所之前呢，我们就先四处为家好吧。哪里能睡哪里就是我家，现在的话就等晚上睡觉吧。我们先接着探索一下好吧，先找那个交易所啊。兄弟们，我们的运气还算挺可以的呀。这边的话是在天黑之前啊，快天黑之前我们是找到了一个交易所，完美。这边的话还有一个小型宝藏处，走吧。哎，这边还有很多苦竹呢兄弟们，这边的苦竹的话我们把根给它留着，然后呢 只拿上面的部分，这样才能继续的长。这边是点金币，就小麦也带走吧，正好前期我们缺吃的，都带走。OK 啊兄弟们，我们先把身上的苦竹给它鉴定一下，这还是二级的苦竹，应该可以换点二级的零食吧。这些貌似是一级的，看一看，哦，二级的 nice。 现在的话赶快把我们的这个合成台给拿出来，然后呢还有箱子。现在的话我看天色已经不晚了，拿张床，我们一直右键它，随时准备进入睡觉状态。OK 兄弟们，成功的度过了我们的这个修真时代二周目的第一晚。但是我听到附近有怪物的声音，大哥，走开走开。狐狸牌，吓死我了。大哥是人吗，你们是人吗，敢不敢这么玩，敢不敢这么玩啊。哎，这个煤炭种子能不能直接换零食呢，我在想换不了。哎，那么好吧，
那么接下来我们的任务的话就是下矿，毕竟身为钻石之子，我还知道我挖矿很厉害的啊，我还是知道的啊。来吧，先做一个随身合成台，然后呢把身上所有的这个木头分解成这个木棍。 OK， 下矿吧，钻石之子，你们应该是听过这个名号的啊，直接直下12层，走你。什么鬼？什么鬼呀？奇怪，隔墙啊！我怎么说能够把我给揍死呢？下边就是一个矿洞，兄弟们，为了我们的安全，前期的话我还是尽量能不开窗，这个难度就不开难度了吧？这不是给人玩的好吧？哦，兄弟们，找到了一个刷怪屋耶！这个刷的是小白 ，OK， 这个地方很好，这个地方我们记着啊，以后把这个地方弄成我们的这个刷怪塔，好吧？哎，这个啊，这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第一个刷怪塔，先保存一下。先不开这个难度了。这个小白，这里边怎么一个灵石矿也没有呢？不是这么大个矿洞，来点铁也行啊，大哥。铁也没有。有。OK， 兄弟们，现在的话，这个算了，让他在这烧吧。反正的话，刷怪塔我已经标好点了。现在的话，一个铁镐已经被我们给做出来了，剩下的就是看我钻石之子的厉害了。寻找钻石，哎呦，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这是岩浆呢，吓我一跳。剩下的话就交给我寻找钻石吧。好家伙，幸好没有再往下挖了。下边这一层就是岩浆，哎，就先横着挖吧，寻找岩浆。好，不是，呸，寻找钻石，寻找什么岩浆啊？寻找钻石。钻石兄弟们啊，我钻石之子还有谁？如果你想没视频，就记得给我点赞加关注，点赞加关注，我们每天更新修仙生存，下次再见，拜拜，拜拜了。